因为我觉得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的一个学府，一个殿堂。其实到学校也是我一直的一个很小时候的一个梦想，像当运动员、打乒乓球、进入到国家队，这是最高的一个殿堂，最高级别的。同样，如果能够作为老师，能够到清华任教，其实这也是对于我来说，也是学校对我的一个认可。希望能够把我对乒乓球的理解，能够带入到学校，能够让更多的学生通过乒乓球能够带来一些快乐。我觉得到大学工作相对来说还是轻松一些。在球队嘛，我们的目标是非常一致的，因为我们是有使命、有责任，我们必须要去捍卫我们的国球荣誉，能够让我们的乒乓球能够保持长盛不衰，是既有责任，也有压力。但是到了学校以后，可能这种压力和责任转换了，希望能够让学生们能够去通过体育锻炼，能够让他们的身心更加健康，身心健康以后能够更好的，然后投入到他们的学习、科研、成长当中吧。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的相似的点，只是工作的环境、目标、压力可能不一样。